熊猫狗溜出来了，这么厉害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龙有这么高，这么高的龙子，熊猫狗居然给跳出来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养有差不多20天了吧，这个小狗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养了这么久，跟刚开始有什么区别没有？应该是大了很多。好了，还是把它放回去吧，等下又喂它们。这波小狗很厉害的，这个熊猫狗跑出来。如果你再放进去的话，他们这上下七只就会攻击这只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是不是跟我料想的一个样。好，放进去看他们打不打架啊。看，已经开始咬了，不得了不得了。熊猫狗还厉害过他。哎呦，你这到底谁咬谁呀、啊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哇，熊猫啊，不得了！就给他们吃了，他们就可以分开了，不然等下咬受伤了就不好了。让他们先干一会儿架，不然老是。哦，咬出血了，这熊猫狗厉害啊！不理他，给他们吃吧，给他们吃就不打了。哟、哦，东西太多，放不下去。住手吧！昨天打完虫了，今天过来看好像没有什么虫子打出来啊，应该他们体内比较干净的。